你怎么还不睡？我只是想回家。就快了。又是骗我的。我没骗你。等你离开这里之后，你把这里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大好青春。 别留下太深的阴影。那你说的快乐是多快？睡你的觉。我睡不着，我想回家。本来这个时候，我应该拍完戏。 坐在我家阳台竹椅上，吃着西瓜，看着星星，陪我妈一起乘凉。我妈最喜欢种花花草草了，我们家全都是。这个时候的勿忘我也该开了，或是伴着花香，我弹琴，我妈唱歌。 你先开门，我可以跟你解释的。念珠，有些话我得当面跟你讲。别过来！
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老板，我扫了啊。哎，好。给你。谢谢。好。心怡是不是想吃这个？我全都给你买下来。哎，不行，小孩子不能吃太多凉的，对胃不好。喂，齐星，你是不是想吃这个？什么？那我帮你搞定。好，不 OK？ 我现在回去。嗯。爸爸，你去忙吧，我会和乔阿姨和天相处的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星星。天黑之前要回别墅，我在那等你们。嗯。星星，和乔阿姨在一起要乖乖的啊，不许调皮。嗯，乖啊。星星是不是想吃这个啊？那我是不是比赵钱孙李阿姨都要好？好的不止一点半点。那我是不是比他们都要好看？嗯。那你想吃什么口味的？我想吃芒果口味的。走，买单。你好，那个我要一个芒果口味的啊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力哥，你没事吧，力哥？石头和小伟都没有追上那个杀手，这次是我办事不力，没有布置好这次的行动。第一，你先带大家转移到别的酒店，小伟和石头在这里守着。第二，盯紧陈国志。放心，我已经在他身上安置了追踪器，一定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幕后黑手。第三，帮我租辆车。啊？你要去哪儿？芯片破译的怎么样了？何虎今天早上向我汇报，只剩最后一道防火墙了。力哥，你真的还要回泰山吗？嫂子怎么办？念初。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谢谢你啊，可惜没能杀掉那个女人。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对立身边的任何一只雌性动物，你都要除掉它。我喜欢。别以为你很了解我。我当然了解你了。当年 boss 邀请你那么多次，你都不为所动，坚持要留在你叔父图瓦身边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利吗？但是这小子可不懂得珍惜啊。你这一腔痴情，是不是考虑换个人身上放吧？你不是问过很多遍了吗？说不定你就改变主意了呢。哎，咱俩可都认识十年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刚刚不是派陈国志来了吗？还派你来干嘛？你跟达人说，硬币在那个女人手上，他就派了一个跟他沾亲带故的陈国志了。不过他就是个烟雾弹，
陈国志就是个废物，关键时刻呀，还得小野我上。那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啊？我在阮念初的背包上放了追踪器，他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不准伤害力。 谢谢你救了我，应该的。也不全是应该的，我早就把你解雇了。我说的应该是指，这是身为你男朋友应该做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谁同意了？ 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别乱来啊！你再乱来，我就叫了。啊。你叫吧，反正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。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给你。我们大费周章的跑过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呀？我叫厉腾，男。 90年10月27日生，苏州张北人，从小智力出众，小学到高中一共跳过2次级。现在经营公司，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，我没有兄弟姐妹。
些年前，我和兄弟们执行任务，老夏老高身亡。5年前，我独自潜入图瓦集团，成功捣毁图瓦的非法组织。2年前，我受伤出院后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去找你，却得知非法势力正在卷土重来。我想了100种方案，跟你见面第一句话要说什么。可是我转身走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阮念初，我喜欢你。我要当你男人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那为什么之前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你总是对我忽冷忽热？1个月前，我为了硬币接近你，那枚硬币里面的芯片是图瓦集团的交易明细，我一定得拿到。我告诉自己，拿到硬币之后就离开，去完成那些我5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。阮念初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何丽华。从我独自前往太上开始，我的人生就只剩下黑暗。你是唯一的光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危险。你应该拥有幸福，而不是被我卷入黑夜。所以你就推开了我。那个时候我以为这一辈子只能默默守护你。其实我今天带你来这里，除了跟你聊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问清楚。阮念初，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？如果你说你对我立汤半点意思也没有，那我们从今以后就各走各的路，我也不会再对你有非分之想，也不会再纠缠你。我只要一句话，那我们就再试一次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立腾的人了。从今往后，不管我们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Is the beat of my heart. Your appearance, I'm at a loss. This moment, I just want to pause. Ooh, make your smile, keep it all the time.怎么样，我准备的礼物你喜欢吗？嗯。立腾，
你要的东西不在这里。我要的不只是那枚硬币，我还要你死。挺管用的吗？学得不错。是你教的好。你们干嘛去了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我们要换一个酒店了。我东西太多了，我没办法拿手机。星星，一会儿呢，我们……怎么了，星星？有点不太舒服。啊！你给他吃什么了？我吃了芒果。芒果。星星，星星，他芒果过敏。小伟，开车，快！不喷可以，那你告诉我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包里有止痛器。
你应该对这种情况很熟悉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你也想被喷是不是？给我看看。什么着急啊？我想慢慢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我们回不去了，车坏了。打电话报警。我试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信号。怎么办啊？他们会不会再找过来啊？跟我走。